好，他们要选终点嘛。好，第一场比赛终点。3, 2, 1, go！ 哎呀，大宇是选择使用 Captain 的话，他的对面 Falco。漂亮，漂亮的一个转身抓，再接个啊，哦对啊，我忘了签名字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大雨，这样打得太精彩了。哎，不是 CD 啦，大宇队 CAD 一百。哎，有可能，哎呦，我刚以为是小狗蛋，啊，挂了。大雨变笑了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太挂了。太危险，不过他直接开始 A 了。刚宝来喽，期待，不过爬速也不够。哎，危险，好油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过还是，刚刚是一个差点就挂掉了，如果没打的话就挂了。哎，还没，不过 DI 错了。哇，漂亮的一个 pretty play， epic。 还没，不过现在拉的已经到危险爬树了。哦，哎，还应该有什么道理，我有一个拉的而已，一个大雨就拉回来了。啊，跟大唱，大雨跟大唱。这刚才就出来靠背。哎，我接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来。冲线会飞到平台上。好，接着又到了新的场景。
感谢陈冠廷哦，大鱼没有回避，因为 Falco 他算跳得很高，空中飞机。然后大鱼他本身也不用 Captain 的防御，也不能跳得太远。Captain 的防御是一个超漂亮的。被大鱼又拉回来了，一个连续的三连。哎呦，好危险！不过刚刚那个漂亮的发展。大挂了，又是一个标靠近上面，最后一分段被那个大鱼都抓到了，比较可惜一点点。好，是一个大鱼的晋级到 Grand Final。哦，前三强哦，还没 ，BO5 哦 ，BO5，BO5， 所以说现在是大于20的领先，我忘记是 BO5 啦。哎呦，好险！哎，攻势还相当猛。这关对于车手来说，一把最高的话都还算。哎呀，漂亮！哇，居然是他打平了。接着是第三场哦，换大鱼选场地哦。好，大鱼选战场。喂。哦，好。
到底是选战场哦。哇，一开始大宇就有个进攻的猛势，猛烈的攻势啦。好，有，我也有惩罚到。哇，还有这个选项啊，就直接上低，选择直接冲进去。哎，好危险啊！因为刚刚前场就是这样死掉了哦。哎呦 ，Captain 这个角色哦，他本身就是很擅长，就是可以就是抓你只要空中回避抓到，就很容易就是可以直接拿掉一个 star， 拿掉对方一命。啊，现在双方的帕数都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，不过 Falco 场外 W 哦，漂亮，不过安全的回到场内就是。你还没有结束，哎呦，危险了！哎，队长没有滚哦。好，一个 trade， 不过是 Falco， 啊，挂了。哎，还没，150还没有，都没有打到那个最关键一下。啊，不过刚好打到一下，我其实没看仔细，他就用哪一下打到了，应该是 up air 吧。好，接下来一些 combo。哦，挂了！哎呀，好危险！哎，刚好 Falco 回来的时候被陨石直接陨石到了，哎，陨石到了队长哦。一个，我还以为刚刚那个回避那个大宇 Captain 有抓到那个回避，不然直接结束了。好，现在是一个 2-2 哦，阿德 2-2 也就是最后一场。好，那个2-2那个，对啊，看到阿德好像相当讨厌这个场地啊，刚刚看他叫得很凄惨。好，双方又是进入一个 neutral 阶段，队长再跟你回。对啊，大宇还是在使用一个 dash dancing 来吊各种距离啊。漂亮，哎，那可是他并没有惩罚到哦，阿德没有惩罚到那个 down air 落地，哎，危险，哎。那个大鱼竟然是选直接回避，这边抢不赢他的 Jab 之类的吗？哎，危险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对啊！不过现在比赛结果还很难说，前有可能有很多手段可以收掉对方。哦，结束了。对，因为他的空后卫蛮强的。而且我不知道，不过击飞力很强，他的空后卫击飞那个 Falco 的击飞力，空后卫的击飞力很强 ，Falco 的。不过现在也是86%，哦，危险哦。你说 Falcon Punch？他的一个 SPA 大曲都抓得很难点，哎，哦，一个 DIL 左掉挂掉哦，不过已经141了，阿德现在已经算是落后蛮多的，哎，一个反抓结束了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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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